成果啊，看老师的，为什么没补习啊？我为什么没补习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对各位示范的是一个很简单、很简单可以很简单通关的关卡。基本上我过不了，你们就不用过了。OK， 哎，对，这样想就好了。这样我们就首先先把这个新桌率出来哦。指定一次啊，第一回合哦，请各位留意一下，这个五回合之后，它狂暴状态自动解除。第二回合，好的，小心啊，那个叠桌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。第三回合，他死了，所以没机会看到，因为我会懒得去处理他了。哈哈，乱了，不要给我断心啊！听到你讲，怎么还在第一关哦？哦，换队伍了。啊，你怎么睡那么久？我跟你打完了，你们赶紧起来！那精彩你没看到，刚我吃100颗哎，没看到最精彩的。喂，残存的青春好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打死他，因为他会是你的好帮手。啊，如果再给我搞那什么神天将，我尽量避免。不要！好，请记得哈，这时候善用他那个他的狂暴状态五回合会消失的这个特性。我要卡死你的，聊聊胖了，不要再给我神天降啊！他消三颗掉三颗了。哦，运用这个关卡哦，这样的一个特性哦，我们就是百姓常用一些技巧在通关，就是这样过的。那下一关我们就可以过得很轻松了。哦，左边做叠猪哈，我怎么没有公主猪啊？这边我想要做一个这个水珠啊，不是水珠啊，新珠讲错了。然后这边就做一个光珠，很好，漂亮的叠珠。下一关就给他输了，好吧？管他隐藏哪一个不管，他隐不隐藏都给他一波哦。缺珠哎，缺珠啊！缺珠，这样，缺珠，拜拜！没看，把我的攻击珠弄掉。哦，这样一波小波就可以给他先束缚一下。应该是这样没不对了，我怕我记不住了。还好，没有记差太多。这波会不会太小波了？我都撸成这样了，才那点血量，果然有汤玉龙还是有差的。这一关没有越战越强，你为什么要石头摸选啊？是什么回事啊？哇，这也会石头摸选哦。
不要专心做，不要专心做。好的，又来了，要挑战我的转速极限。老师嘞，好吧，不送了，你看那些的我也不行，给你个50万吧，再见吧。吃我的啊！那你老师嘞，我心脏都跳出来。我的建议是，问号符是时候转啊，卡老要时候转。好，帅哥，又轮到你了，跳，跳，跳！防火龟人，哎呀喂，阿林老师，然后我没有转到全部，我没有赚到全部。知道差四倍差多少吗？啊，各位知道差四倍差多少吗？差了四倍，差多少？我已经不想探讨它差多少，我只想一波把它带走。那补满血这个就漂亮。那你刚为什么不给我这个？啊？现在才给我，啊？来，你老师哎、欸，各位那个，现在没看到画面有影响吗？还是因为，还是根本就没有人在看画面？有人在看吗？10、7，师伯你在吗？我在啊。好、哦，我是问师伯哎，他怎么会出声？好，那我们就是来个给他哔哔哔哔跳跃好不好？这 MOD 一定是在的、啊，这个没错。我想一下、哦，好，哔哔跳跃，多了几个强化符石，不知道干嘛，就加减弄一下，250万，再跳一次。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是我的一息吧。巨石吧，一波戏呢？10000多，好像可以撑了，我开一次啊。他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吗？他一定要在这么尴尬的位置？漂亮的天降，我喜欢。我建议各位攻击配件还是算一下，那吃我一起吃的我他呢，我都不知道，心脏都快跳出来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建议是干掉旁边两只。一回54000多应该还好，没有跳哎、欸，操！然后 CDE 嘛，但他挡住怎么看不到啊？乱的。我建议开一个拜月吧。啊！全部送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关系。
关系，就跟刚才剧本一样，现在比第六关看谁撑得久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要再削了。跟刚才剧本一样啊，对。这时候为什么我不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攻击力太强，然后削四颗。哦，一样，比看谁能撑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工会成员大家也都那个都累了，所以只要问一下，你就知道了还剩下谁在看你了。结果只剩 MOD 活着，太悲剧了。我应该不会啊，是不是他们觉得他们在啊？我知道他们在，我是故意这样讲的，他们才会出声音啊。哎呦，我在，喜欢那个啊，装死啊，各位啊。所以要给点那个战术指导，因为可能会狙击有没有？我刚刚大概是这个时候死掉了，应该没记错吧？不要再神天降哦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啊，什么？差点发生跟刚才一样的剧本，你得按那个干嘛？干嘛冲着哈？你这神魔之塔，一定要这样冲我吗？哎呀，这还有三回合，我想把它弄起来。不要神天降哦！不要神天降哦！不要，不要！不要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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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天降，不要那个，不要天降，不要那个。哦，我等你念经就好啊，念经就念到饱啊。还有一回合，这跟各位报告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个立柱那个叠柱的动作了。记得哦，这个光珠在削的时候是要全削哦，不然贝利出不来。哦，你随便乱削都没关系，但是就是一定要全削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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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全削就对了。来，乌门头给开了，这个车门给开了。基本上跟各位报告，我不太相信他能够打150万，所以我决定开龙特，好吧？直播，要不要开龙特？把责任推给他，你看我多卑鄙。不过你还是可以讲出你的建议。身上那个车雨呢？啊？不要开！不开哦，直接一吸吗？如果他真的一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算一下攻击力。傻傻的，对，算一下，1497。1359好，整板30颗，吃我的一吸，这超好算的。倍率是多少呢？2.5，乘上4倍，再乘上1.5。哦，目前的倍率是这样，总共15倍。
还有克苏。哦，还有克苏，漂亮，我喜欢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公会的谁？斯波森举。22.5 倍哈，看一下。22.5。哦，买现在计算机都可以上 G8 长晶格，好、哦、去下载哈、哦。因为如果你要一波带走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175万。嗯。是我的一星啊，漂亮 ，K， 哦，漂亮的计算，精辟的计算，刚刚好。好、哦，我看一下它是什么鬼啊？我应该先用这一支扁，然后残血的时候再。靠腰，残血的时候再补刀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喂，好可怕！当你看到心脏跳出来的时候，不，看到骷髅头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害怕。斜转感斜落，哇！哎，那那怎么怪怪的？吓我一跳，我有那心中没补到，多撸两下，知道吗？各位，用力的打我，就是这个时候了，就是这个时候了，不稳妥。哎，嗯好，哎这个这台机讲的怪怪。接下来就是拜官，拜官高主，但我感觉台机足少接袂连登的，今仔日可能是第一届吼、哦，跳，跳，不跳的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是我的一息龙哥，看还真的是一息哟、哦。9270分，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补满血，保证不会死，先给他 KO 一下吧。K， 哦，谢谢各位。夜叉真的就此灭亡了，没错，因为你的失误，让我吃了几次石头。乱世出英雄，冥顽不灵，休啊！你这又何苦嘞？跟我咧讲啥，我真正拢感觉我人听拢无。好，好，基本上已经示范了这个魔队跟正常的背光队伍给各位看了哈、哦。光能双成就哦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哎，是看我的反应比较好笑，不是看通关的那个是吗？是这样吗、啊？好，谢谢各位陪伴百姓这个到10、11、12、1，哦，三个小时，哇，就过了。奇怪，能不能正常拍一个钟头？我能拍一下不？不是、啊，我想说多试一些队伍给大家参考，好吧？好、哦、好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。死亡压血很简单，40%、60%，中间补一点就可以压，妥妥压了，没错，妥妥了，妥妥了。不过、啊、拜月队很适合放白王后，对啊，放白王后，光主也 OK 啦，都可以啦，我是觉得都可以，因为皇后我是压血用的，哦，基本上它是等于是以前的奥丁。2.5倍，倍率还蛮高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强的，因为主角倍率没有那么高。不过我刚刚打他，基本上半夜就把他干掉了，所以都可以啊，好不好？都可以。等我楼子哦，买啦，楼子就是他吃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实况非常顺利的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今天感谢大家陪伴百姓3个小时，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欸拜拜，吉他，好，再见啦。